欢迎来到 Mon TV 新闻频道，我是裴兰英，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。江桃江现身中环灯光汇演，拍广告要狂转圈，好彩有跳舞底。Mirror 人气王江桃近日在为 PayMe 拍摄消费卷广告，而中环汇丰总行大厦外墙将会展示全新 PayMe X 江桃消费券灯光汇演，特大江桃将再次现身，与 PayMe 及一众可爱猫咪齐齐现身，尽显可爱活泼的一面。被问及拍摄广告的感受，江桃表示十分好玩，因为要切合转这个主题，拍摄广告期间真的转了很多个圈，幸好我有跳舞的底子，所以问题不大，反而辛苦了 PayMe。灯光汇演将于6月19日下午6时38分首演，一众江桃切勿错过。